年我年關一定係難過嘅。今年嘅年關梗係更加係一個年關啦，因為你又話即係又未揾到啦。年年難過，但係都要年年過噶啦，啊冇辦法噶啦。年年難過就年年過啦，唉，幾難過都過到。香港人對未來的消費信心在13個亞洲地區最低。根據一間國際信用卡公司去年的調查，香港的消費信心指數只得 12.5， 比98年金融風暴之後的指數 14.4 還要低。市民花錢的模式由疏爽變為謹慎。铿锵集96年和99年先后两次访问过位于商业区的钓鱼台海鲜酒家，一次正值中国实施宏观调控，一次是金融风暴之后，菜价在高峰期试过88一围，但是这六年间跌到18000，最差跌到谷底得1800，可见香港经济每下愈况。99年的市道已经比96年差，年夜饭菜价越订越低，反映客人消费力开始走下坡。我想住做埋佢单生意啦，计平啲俾佢啦，咁样啦，啊佢都仲嫌我贵，真系难做而家做生意。喂，你同佢讲你最多啦，好啦，一月咁话啦，嗱，减个250俾你，就咁啦，2680就猪有冇啦，一样系白出虾噶啦，发财大好市2680，好尽噶啦，系啊，佢唔好话要赚钱啦，因为最紧要咧就唔好蚀就得噶啦。钓鱼台海鲜酒家终于挨唔住，2000年关门，净蚀1000万。马俊冇咗钓鱼台份工，老细系因为买咗个铺位啦，咁即系个楼价大跌啦，就变成负资产啦。昔日钓鱼台嘅铺位，今日开咗一间桑拿浴室。其實是一步步嚟嘅，初初宏觀調控97啦，金融風暴啊咁樣樣，一路好似行樓梯咁，啲行下低級，行下低級，行下低級，依家好似行到落下年咁咯。如果係再係釣魚台海鮮酒家兩年前結業之後，馬俊同 Wendy 一齊去咗銅鑼灣一間火鍋酒家做，但係唔夠十個月，火鍋酒家亦執笠。市民消費力疲弱，食肆競爭白熱化。佢成品大廈都係火鍋啊、酒樓啊，或者其他食肆啊，咁變咗人哋有得揀。大家競爭得好犀利，全部咧係鬥平啊！你賣22蚊，佢又再賣平啲，又賣18，跟住捉啲特價嘢又3蚊、6蚊、9蚊咁樣，你點做啊？每個月蝕幾十萬。過年前，我哋再去走訪馬俊。他已經失業半年，酒樓咧又係一路老式嚟嘅，好多酒樓執咗笠，嗰個地方係喺旺點嘅話咧，可能佢唔做酒樓或者做咗快餐啊咁樣樣，反而快餐店費用方面咧，可能佢係比較酒樓係唔高，咁可能嗰啲或者有得做。各位街坊貴客，你哋好，歡樂時光下午茶現在開始。多謝曬啦，咪。本來喺釣魚台做開酒樓公關嘅 Wendy， 半年前轉咗嚟呢間酒樓做經理。因為我嚟租貴啊嘛，100萬租。佢上司叫黃劍華，所以我哋咪要喺個黃金時間攞翻少少銀碼叫做。嚇，開乜嘢？多個。雖然生意差。但係好多業主仍然狠心要求加租，黃劍華為求生存，寧願租細1/3，將本來擺108圍酒席嘅地方縮減到70圍左右，酒樓由大型變中型。
最困難係依兩三年咯。而家一個起兩個子，即係講生兒育女咁講，加上親朋戚友亦都會減少咗嘅。大嘅酒樓一路係倒閉緊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冇大型嘅酒席去支撐佢啊嘛。年夜飯一直都是酒樓的黃金檔期。黃建華說今年生意跌了15%。2680現在真的很經濟了。這晚年25得幾間公司擺團年飯，總共都是得十幾位，而去年有成三四十位。現在不一定是幫老闆，你是幫緊自己打工。現在是辛苦是要有得做咯，你唔辛苦冇得做，咁咪仲衰。酒樓越嚟越難做，連鎖受影響嘅，仲有做批發嘅雞檔。釣魚台關門之前，一路同劉國華攞開活雞。1996年，他已經表示雞檔生意比最好景的時候跌了30%。1999年再做訪問，他話生意比1996年跌多50%。點啊？啲生意呢輪啲生意都係麻麻啦，有排搞嘅真係，真係唔差嗰一年。有啲酒樓真係即係佢哋即係認為即係新鮮雞皮貴重啊，減輕成本咪用先咯。釣魚台海鮮酒家倒閉之後，劉國華又少一個老主顧，好無奈咯。就一個月計都有成3-4萬嘅。依家揾呢啲客咧就真係好艱難啊，因為佢哋肯用新鮮嘢。1999年應該都有30-40萬，或者40幾萬生意，但係依家嚟講啊，都係做20-30萬啊咁樣咯。禽流感一而再，再而三。雞檔生意雪上加霜。一次禽流感之後，啲人冇雞賣嘅時候，都有人食雞嘅，點咧？食冰鮮雞，食咗冰鮮雞就覺得，咦 ，OK 喎，可以接受嘅，佢唔會幫襯攞翻新鮮雞，呢個必然噶啦。咁樣一次又係咁樣，第二次又係咁樣，又係咁樣，唔見咁啲客喎，咁咪變咗一路少咯。咁新鮮雞同冰鮮雞咧，大概爭一半價錢到啦。咁啊，如果佢係60蚊啊，咁佢30蚊就買到啦。如果佢係譬如50蚊啊，佢20幾蚊就買到噶啦。3年前，劉國華已經話雞檔生意係雞肋，好似雞肋咁樣啦，食之無肉，棄之可惜啊！你唔做嘅就冇嘢做喎。3年後呢？依家都係雞肋啊！食之無肉，棄之可惜啊！不過依家唔敢棄啊，大佬，雞肋都 OK 噶啦，幾好噶啦，冇肉都有雞肋食啊！阿志做海鮮檔，因為酒樓執笠，1999年俾人拖咗70幾80萬數。做酒樓俾你賺好多啊？點樣？佢話執笠嘅，你連渣都冇啦。3年前，阿志已經開始正做門市，諗住有班穩定熟客，估唔到3年內冇咗接近1/3熟客。因為好大部分嘅客路都係開廠嘅，而開廠呢班客户咧，已經係以好多遷放去大陸嗰邊咧發展，而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好少。今日有咩介紹嘅？食狗蝦，好唔好啊？你好耐冇食咯，狗蝦。好啊，咁你上次廠家最巔峰嗰時就1個月2次，咁逐漸半年一次。自從嗰次見面之後咧，到而家都未見過面。多謝曬，個個都係咁喎。係啊。今年過年入貨，阿志只係入咗50-60斤，唔敢好似3年前入咗150斤。今年入嘅都係中下價魚。4個冇錯啦。Channel 嚟啊嘛，滾湯嘅啫。670，大部分啲嘢平咗好多。咁頭先我買咗大概應該係4樣嘢咯。買條魚，買隻蟹，淨係只蟹嚟計咧，
如果以往嚟嘅喺即係潮，呢屬於係嗰啲潮州大廈嚟。咁以往喺潮州管四啲廈，你起碼都差唔多1000蚊，一成三斤重。但係佢今日買成4-5樣海鮮，加埋都係600-700蚊海鮮。2001年嗰時咯，最難捱咯。平時嚟計咧，都得1000-2000蚊生意門市，都唔夠嗰日嘅皮費。即係已經係嗰時好擔心呢樣嘢。釣魚台海鮮酒家2000年執笠之前，年年都攞開年花。花農添叔入行40多年，1996年佢賣年花賺到12000蚊，1999年冇錢賺不得已，仲蝕咗50000。今年佢索性入少30%貨。入50000貨到啦。今年舊年70000多，成80000咧，縮少幾萬咧，都係驚。個個都話減薪裁員啊，咁又驚啊冇咁推銷力強，爭80000蚊出唔到。香港目前內部消費佔全港生產總值55%，消費信心高抑或低，對經濟增長舉足輕重。嗰棵3600，嗰棵。呢棵480。嗰啲花咁靚。啲花太過平啊，唔得啊！我都餓死啊！真係至少都1100，嗰啲係咯，600啦。600唔得啦，嗰棵已經我都減咗一半啦。體諒我幾廿歲啊，真係冇飯開今年。你啊買得幾盤咧，咪唔使你拎啦，推到埋。花市生意呢2-3年直線下滑。一路跌啦，20-30000生意跌到家得10-8萬。往人個袋有錢啊，乜嘢都買盤啊嘛。呢啲玫瑰啊，100蚊一件不二價嘅，袋有錢，因為100-5都冇所謂啦。咁樣啊，家唔係要幾十蚊一講價嘅。你呢幾年啦，啲人失業，臨地街口咧10多-20檔，以前整個元朗咧10檔8檔啫嘛。唉，好劇烈啊，競爭。即係我哋賣50蚊，人哋賣45，咁你競爭咯。競爭咁大，仍然可以做落去。添叔話：全靠租平，一年只係10000蚊租。人手方面，3年前仲有請散工幫手，而家慳得就慳，自己人做翻曬。40多年，添叔本來累積咗一班熟客。哎呀！30%都冇咯，以前啊佔咗40%啊，家下佔翻10%嘅，唔見30%啊酒樓嘅，即係工廠咯，就唔見緊60%添，心情啊非常之緊張添啊家下，如果你一環境唔好嘅，冇人嚟嘅，咁你係咪人工都冇噶嘛？以前我間旅行社啊，有成10多個夥計，生意唔好啊，商量唔出噶啦。如果唔係減人工噶啦。阿姨，食飯啦。Ricky 開旅遊公司，當年生意好嘅時候，幾乎日日晏晝都去釣魚台飲茶。好景不常，釣魚台已經唔存在，而 Ricky 間公司本來做開長線團，因為生意跌咗40%。6年前改造低消費嘅本地團，為咗維持生意，3年前開始帶本地人上遊輪灑落。今日成間旅行社只剩一個全職，其餘領隊都係散工。而家佢哋主要帶大陸團，係有錢賺，所以我先積極會做啲國外多啲。唔係話香港冇錢賺。賺個錢咧，未嚟都唔夠養伙計，所以我轉而去做國內個客嘅啫。國外人士，你估唔到飲到咁多人咁有錢，打個車尾咁幾十萬現金喺度。作為一個門户，我哋一個香港啊，即係做咗好多向出邊嘅一個門，而家佢走到門，只不過向入邊開翻咁解嘅啫。Ricky 不單止努力為旅遊公司求變，逆市之下，過去幾個月裏面，佢仲集資開咗2間按摩中心，
同一間泰國菜館，希望多元化發展。經濟萎縮嘅話咧，即係佢又俾咗個機會我哋。啊，機會唔好嗰陣時咧，我希望求生存，試一試去搏一搏下咁樣。如果喺好事嗰陣時，我哋亦冇咁多資本做。而家我哋租金都係30,000蚊地鋪，我諗喺好事租唔到啦。其實人生都係賭噶啦，係咪？真在有冇把握到啫。Ricky 為咗把握時機，幾乎晚晚通宵，最多只係瞓3小時。一翻公司就用電腦睇住兩間鋪頭嘅生意。你受緊人工啊？你翻幾點啊？今日有10多個客，啊，錯曬你哋啲美容師唔翻嚟嘅，咁我間公司唔使又唔使做生意啦，又係員工咧，就係我哋嘅米飯班主嚟嘅，即係靠佢我哋先有個收入嘅。第一間按摩中心開咗4個月，而家仍然蝕緊錢。啊！第一個月輸咗17萬多，第二個11月又輸咗14萬多，第三個月又10月輸咗59,000多。佢用咗500萬裝修，為求有人幫襯，除咗價錢夠平，仲要又送燕窩又送湯。Ricky 同朋友吳一龍夾粉開呢間泰國菜館，逆市之下裝修平、租平，可以慳翻1/3資金。我喺逆市嗰度咬根底，好事一嚟，我即刻揾第一桶金，咁我已經飲咗頭啖湯先啦。10,632蚊。要成功喺逆市打好基礎，吳一龍認為要先做人頭，再做銀頭。所以成本一定要平。幾多？40。嗱，你記住啦，一斤咧就40隻到。我咧直接獨批貨落，即係少咗拆家，少咗街市。咁個價錢爭幾多咧？爭半。嗰啲刺啊，如果你見到有啲係唔對版嘅咧，攞翻出嚟，我哋退翻俾人哋。辛苦一定會㗎啦，因為時代唔同啦。以前嘅時代你可以遮遮掩掩，而家點講真材實料，市道真係差咗。但係其實，呢個社會人精明咗，認為值嘅先買嘅，其實個個都貪小便宜㗎啦。你唔睇單，個書又撳錯咗，撳錯咗你又唔知。佢係嚟食個泰式炒飯，48蚊加53蚊，就攞張飛嚟食個燕窩，咧真係絕啦！我哋都唔會話哦，你而家少睇靚女唔會，或者你以後幫襯我多啲咧，個心係少少赤赤下，唉，算啦。今日做咗幾多鐘啊？80多個。啊？80多個。80多個啊？唔到100鐘嘅以上，我哋都要蝕嘅。今日全部生幾多？14,000。39。24,500，你一個月40多萬生西亞嘅喎。如果日日有好啦，啊，家唔係日日噶嘛。警求全知啦，就去搏一條新嘅出路咯。我得唔得唔知咯，人啊要試過先知嘅。到翻現在咧，起緊50%到，自花仲有30%到添啦，吉剩20%到啦。添叔入貨嘅時候，預咗一啲年花俾兩個熟客，點知一個冇出現。一個間公司執咗笠，出入口商嚟嘅，佢話我哋公司啊結束啊咁樣，呢啲都係嗰個公司愛嘅，冇人買又蝕本㗎啦。呢鋪啊種咗3年，就留翻雜誌寫嘅，你今年咁遲都冇嚟，佢冧檔冇得講啊嘛，幾都唔想。甚至係一
一個公司啊，拖累好多人。唔夠生活你，做安民花王啊！一生人你自己喺個社會嚟轉變啦，你唔見得噶，你跟住潮流嚟行嘅啫。好似話以前頭先見嗰個花，起碼3500加2500啫，減緊1000嘅啦。1996年。香港經濟開始下滑，1999年金融風暴，2001年全球衰退，裁員、減薪、負資產。不過年關難過，年年過。我哋都嘆咗咁多年啦，係咪？你諗翻轉頭，你哋上一代嘅時候，好似我老豆嗰啲捱咗咁多年，捱曬我哋幾十年咯喎，係咪先？輪到我哋啦，我哋嘆咗幾十年啦，係咪啊？輪到我哋開始捱啦，係時候。